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徐老师，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请好人上节目，所以呢，我请来了这位大好人，张可大夫。很抱歉，我也是昨天晚上一夜的通读，我才发现呢，这是一个这么好的医生。您最近一次去河南农村防治艾滋病是什么时候？十天以前。嗯，对。你知道，从1999年以来。他是北京佑安医院的传染病科的大夫，他自己用周末的时间，周一到周五还得在医院上班，周末的时间坐火车跑到农村，就是说一个北京的大夫毫无利己的动机来到我们河南防治艾滋病，这是什么精神？我觉得真是这样的好大夫，咱们真是应该好好包养，我很佩服你啊。嗯，谈不上。最近一次让你去河南农村，对那里的状况啊，你感到有些欣慰吗？有些欣慰。这从2004年以后，国家四免疫关怀政策就是提供药物以后，整个情况还是有改善，病人的死亡少了。你像过去2004年以前，我去的时候，我一天要看400个病人。对对对，你这他一天看400，那当然最少要看400，那又人山人海啊。他这么多年跑过近100上100个村庄吧，上百个村庄看过11000多个病人，有时候一天像他说最高纪录一天看400个，但是现在去就没那么多，因为自从国家提供药物以后，病人的情况就稳定多了。我现在有3000多张照片，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海，现在呢去了搞基本上就是一对一，就像当年到血站，你知道那个献血有偿献血的时候最火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你知道我在他的后来一听说出事就对，你想他这个农民问题啊，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农民问题。他做的这个报告，5年调查报告，2004到2006对艾滋病调查报告，你看到之后啊，你知道你以为你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一到细节触目惊心。你知道当年从72年他是最早有人去这个有偿这种献血嘛，献血最高记录能有一个农民献1天15次，一次200毫升，总共1天3700毫升，当时人就昏过去了，抢救卖血是吧，对，脑袋得倒着睡，脑袋以免这个大脑失血。你说就凭那收血的机构不没有一定规定的吧，你也得顾及人家的生命安全。那个时候整个是混乱的，整个是混乱的。你说是72年？啊，这是就是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到达高峰。嗯，到达高峰那个时候。不过刚才您谈到这个死亡率的这个问题哈，倒是启发给我们点新知识。我说这个艾滋病不是要死的吗？不是这样的。一个感染者从他感染艾滋病以后，就是我们不给他治疗，他的自然潜伏期也有8到10年，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你，你也能活8到10年。这个8到10年里边有没有外在症状？没有，没有任何症状。所以说基本上不发生。所以说他如果不去验血检查的话，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理论上我们认为正常的人，对，你也不能100%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是阳性。对，理论上。我们带着恐惧的心情来。好，但是他说现在实际上就是可以到20年、30年。8到10年以后，将你发病的时候，我们给你现在的药物治疗。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7种的抗病毒治疗，可以自由的药物，可以自由组合。那么按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就凭我个人经验，我们的把握来讲，等你发病的时候，我们再给你治疗，还能延长10年。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你说的发病是有症状，有症状以后我再给你治疗，还能延长10年。不治疗那大概多久就要死亡？1年就死亡了。这就是说治不治啊，分别太大了。那么我们现在按现在的发展的速度，我们大概能够到20年时间。也就是说，一个感染者从他感染那天算起，今后到一定的时候好好给他提供医疗支持的话，应该还有20年。20年到30年时间，每天就吃一片药。而今年2006年。美国就有每天一片的药，只吃一片啊，长期存活，没有任何跟正常人一样正常上班。不，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的是我感染了阳性，到8到10年发病的时候，医疗还能够有10年？对，还那就是说，假如从我们从另外一个人文的角度来说，在这个8年到10年的期间，
你知道跟不知道，医跟不医没有太大的差别。嗯，这个之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了过后或不知道了，应该说说问题不算大。从医学上来讲，这是跟但从社会，但是从人的心理上，影响极大的，大对不对？假如说你一个人，我们随便说一个人，但是2000年感染，他到2008年发病，如果他是2007年知道，2008年2007年开始医，他活到2017年，假定来说，但他如果说2000年他就知道了，或者2001年就知道了。你想他2001年到2008年这个本，他又不用医，又没有症状，可是他已经知道了他有了一个医不好的艾滋病，周围的社会，你知道这里边产生巨大的人文问题，就在这一个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的整个社会加强宣传，让大家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事。我刚才没有那么可怕，所以说这张大夫，我现在把你当成个心理医生，我给你倾诉一下我最近。我最近摆脱了一个噩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原来在节目里就讲过，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看的那个国外杂志上的那个图片的原因，我老觉得我跟艾滋病这种病啊，有想起来比什么病都害怕。我这么多年来，我有艾滋恐惧症，不是你不要以为我性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时候会精细的发疯，就是说一次。就够了，对吧？真要是传染上，就你这么想，所以啊，而且永远返不回来了。这么些年，我怕这个东西，然后我拒绝检查。能够理解你，因为这个为什么呢？过去在艾滋病没有治愈以前，得了这个病就要死。一个人他最害怕什么？他不怕死，他怕什么呢？怕你知道你哪天要死。假如你知道你5年以后要死，你害怕吧？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对，也就是说。在90年代以前，那个时候没有药物可治疗的时候，你看到非洲那些照片，很恐怖。我没说，我就是看，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分。可是97年以后，全世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推广以后，所有的病人都活了。我们在97年有一个病人是抬到佑安医院去的，当时叫死，叫太平间，往太平间抬了啊。给他当时正好那个鸡尾酒药，就是这个疗法出来的，河南医的药出来，他现在已经是正常工作，非常的好。这都多少10年了、所以你知道这说这个现在不怕了恐惧不是我就是所以说我最近做检查了不是我为什么跟他倾诉呢我为什么跟他倾诉呢跟他的调查有关系所以说我们是这样、就是说任何东西就是对疾病的无知带来恐惧恐惧带来社会的歧视我跟你讲比如说你我刚开始第一天去搞艾滋病的时候进艾滋病病房的时候第一天看那个病人我以前抽烟当时那个病人知道我抽烟他第一遍他拿这个烟是倒着开的拿着张大夫你抽烟我当时手一抖这个烟你说我结不结他其实是有种考验的看我结不结的说明病人对这个社会极其敏感所以说实际上社会在艾滋病来说病人他受到社会的压力比疾病本身对他压力要大得多就是许教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就是讲就是说最近我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体检按我的习惯是不查艾滋的可是他们骗我我不知道他其中有一项就是哦，抽完了血告诉我吓我没法安心最近节目做不好都跟这个有关系不是我说我不想知道我是很典型这种心理但是就在前几天这个大夫拿来一项一项说 negative 哎呦我一些觉得几年所以要去检查几年的噩梦解脱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我在他的这个调查报告里你知道吗有些农民当年中原农村的被查出检出 HIV 抗体阳性的一个月内因为恐惧而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理他怎么会吓真有吓死的吗人是肯定能被吓死啊严重的心理恐惧会死的怎么就能他一旦检测出他我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知道你明天就要死的或者5年以后你要死的你这种恐惧有多恐惧这种恐惧是人跟武汉这种恐惧就是他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回事不知道艾滋病是回事他说因为农民他来源的信息当然可能还是当年非洲的一些图片你看到的时候他想我得了这个病马上就要死马上就要死所以他就会吓死但是你看他调查很有意思啊他就最早就是2005年之前这个调查不是就最近的调查说你当初知道自己艾滋病感染了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80%-90%恐惧但是呢后来过了几年之 后你再问他恐惧的人占少数占少一般就不恐惧了就不恐惧习惯了这就不是他得到了的知识 了他主要是得到了知识通过一些途径他知道艾滋病怎么回事现在通过这个药可以治疗了所以他就现在他就不恐惧了不害怕了而反而大家不知道人恐惧就跟他刚才说的
麻风病你害怕吗？其实麻风病是什么？你要知道的，麻风病跟结核病是完全是一回事儿。嗯嗯嗯。正是因为我们对麻风病的这个不了解，所以就非常恐惧。我也度过一个心理关卡，就是当年去广东一个麻风病人医院。麻风病是这样，吃一种药就没有传染性了，虽然它还在治疗，但是已经没有传染性。但是皮肤啊会变得比较颜色比较深，我觉得就像病人给你递烟一样。那个人家这个病人呢、啊，他自己有自卑感，你知道吗？你比如你一个记者呀、啊，他有意的，他不接触你，他不接触你。但是后来这个医生就跟我说，说你一定要跟他握手。要跟他握手，对，我就说实话也有点硬着头皮，但是我发现啊，像个电流一般，你一旦握住他的手之后，哐一个心里的罗网冲决了，从此恐惧消失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张大夫，我注意到，你知道他当年去农村，有一度还变成地下医生，黑夜里才敢摸进村儿，是吧？是，因为当年最早去的时候，最早我刚开始干艾滋病的时候，那时候病房我们病房只有两三个病人，我认为中国的艾滋病可能比我们还早，哪有病人呢？所以我第一次去到河南的时候，我才发觉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有这么严重，所以回来过。第一次去是什么时候？1999年啊。哦，那其实已经很那个 Johnson 的美国那个篮球运动员，那么但是中国来讲，那时候谁知道艾滋病？那时候都认为中国还没。《费城故事》已经得奖了、奥斯卡，对不对？但是对中国来说，大家还遥远的村落，我们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了才知道问题。所以回来的时候思想斗争很激烈，还去吗？去不去啊？而且我看你的报告，所以后头还是下了很大决心。你知道我最早听说他的名字，是他出来说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做个节目，我那时候就知道你说他跟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最早公布的那个上蔡文楼村，著名的那个艾滋村嘛，上蔡文楼村。哎，跟县领导开会啊，县领导是诉苦，对，说这个东西公开了，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我们外出打工的人被退回来，我们还缺多少多少资金，就言下之意啊，就对公开不满。甚至他这个报告里，我听见有些就非常气愤的一些话，就当地有些干部说：“艾滋病死光了不就好了吗？死光了不就好了吗？”就所以当时能说这种话，当时这领导干部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病，他当时印象也是这个病人可能两年三年就死，他私下也给我讲，过两年死完了就完了。但是我跟他讲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说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这病越燃越多。透过这二一个来讲，我跟你讲死人不是小事儿。一个也是人，到时候会引致很多社会问题，但后头逐渐正印证了我的话，后头很快就是。哎，我觉得张可大夫的一段话，我也要给他宣扬宣扬。为什么？就解释他的动机是吧？作为传染病医生，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时，应当冲刺到最前线。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到基层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视之，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曾经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人民服务，而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折磨时，却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哎，我们有责任。虽然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生在这里奋斗，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这是他在2004年底的报告里写的。我为什么那时候写呢？就因为我有时候去的时候没人，就是没有人，我一个人要扛那么多东西，要扛一包药。后头有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我跟他们打电话，他们红会，我说你们那边有志愿者，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愿意去。其实那两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谈了，说我愿意跟你去，我让你。可是第二天他老实在说那个地方是渔区，我们学生不能去。哎，我对这件事情感受很好。渔区，我说我们培养医生干什么？我们要培养这么多医生去干什么？对，所有的医生都说那个地方渔区，那渔区的人怎么办？对对对，因为来讲就是说，我们也感到就是说，大量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医疗资源在向城市里面集中，那农村的医疗资源越来越少，大量病人在哪儿，但是医疗资源在我们这。我99年去的时候，你想我现在5年以后。我们的同学都考研究生了，都考博士生了。我们同学2年以前都晋升主任教授了，我现在连副主任我都没进。为什么我就不？因为我觉得我们晋升这个干什么？你做了你应该的事情。对，我们晋升他干什么？我相信这个我晋升加待遇。
对，我晋升了以后还不是为了去给病人看病、嗯、不，你这个节目是全世界播的，在全世界很多人看来，医疗这个事情，不，现在讲无国界医生嘛，对、嗯、这种人道主义的 是无国界的。无国界，我想讲的就是说，像河南爱之村的这种，这是比较典型，其实它是很普遍的，就是什么，就是有关的政府方面、执政的方面啊，他们对这个灾难的态度啊，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负责任太多，你知道，他们问责制太严厉，他觉得这地方出了蟑螂了他要负责，出了蚊子了他要负责，他要把这个地方宣传成一个天堂，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你的责任，但有些东西不在你的责任范围内，你不要把它包起来。对，你觉得就好像，哎，我这里蚊子多了，是我执政不好哦、啊，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啊这个。这个话很对。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到今天为止，还是要把这个灾难缩小，缩小。这让我其实不是你的错啊。对，这让我你缩小了才是错。徐老师，你这观点就让我想起他，我敏感的注意到他这几年有些观点的调整。当年他血气方刚，比如说在最早的调查报告，你比如说人呐、啊嗯，同此心呐、啊。对。造成这么样的灾难，嗯，谁要负责任？责任有没有人要负责任？嗯、好像要把这个直言要说出来。对，但是呢，河南他们就怕了，但是最近呢，他修改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啊，谁要负责任这个事情，慢慢再说，慢慢再说，不要太急于放行。不要太急。我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苦衷吧？嗯，对，这应该来说，因为作为一个疾病和公共卫生，当他已经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至于过去如何出现这个东西，我们以后再说。因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必须首先救人，对，救完人再说。至于其他一些事情，至于历史上当年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以后再由后人去说，去讨论这个问题。你想，现在这个问题是，不要死人，死的人更少，把人先救了再说。你想，香港 SARS 最厉害的时候。嗯，大家全力去救人、嗯、事情过了以后他们检查，哎，谁该负什么责任，谁该负什么责任、嗯、有些人辞职了什么，不是在当口上，因为当口上你再追责任他更不管，那眼线眼下火急就死掉了。实际上你想，2003年国家四面观光政策就是因为抛开了所有的问题、嗯、无一总理亲自到河南，然后我们就谈治疗救人，现在就好了很多事情，现在就只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已经好多，再也没有就是天下为公啊，什么意思啊？就得是这个。对，你想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有些地方它煤矿出事情，嗯、它压住不报，对，它把大事化小，结果死了更多的人、嗯。他是想把这个地方灾难演下去，可是你把它演下去，你才真有责任。真有责任，但是对不对？本来有很多是天灾的事情、嗯。我想请这个张大夫还谈谈，我觉得有一点，就他的这个调查里，有些你比如说这些农民啊，为什么我说好多是农民问题？饥饿问题、贫穷问题，这里边三分之一的他调查的，三分之一的是文盲，80%以下都是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嗯、而且呢大部分家庭都有2到3个孩子、嗯、十几岁以下的孩子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疾病和贫穷是相互联系的，传染病往往跟贫穷都是联系的。因为什么贫穷会带来传染病？因为贫穷地方它自身落后，当一种新的疾病或一些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抵抗能力。就美国很发达，来了什么病，我们有钱折一刀把它。可是在艾滋也是一样，你看我们能遭受的确都是河南的农村，什么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受到这种情况。所以说现在看来，就是在疾病的侵扰之下，他们更加贫穷。你这是一个互相。一调查，你多长时间吃过一次肉？嗯。嗯，最多数的回答是半年，半年吃一次。我们这个就是说，我原先都没想到，就是说还有这么困难。但最后统计结果确实非常困难。其中有一个老头儿，我们在发问卷的时候，每个人是你来调查的时候，我是给你10块钱。哦，这样他才愿意配合。快配合，有偿调查。有偿调查，我们还要给他10块钱，因为这是为了也是为了让他配我们的，我们还给他10块钱。嗯。其中有一个老头儿，他养了3个孤儿，他那天来。到我这儿来，他说我要调，我说你是另外一个村，我们只调查这个村，因为我们定点些村。我说我不调查你，我就因为我们的学生在这儿调查着，他就找我来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调查？他说张大夫，他说我就是为了挣这10块钱。我说挣10块钱，我今天回去啊，给我们3个孩子啊，就是包一顿饺子。他就到这了。后头我调查完了，给了他50块钱，我说你不用找了，你走。因为那家我认识，我为什么说他一直养了他那两个儿子媳妇都死了，他养了3个孤儿一直在家里。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有个小孩死掉了，我们给他送了2件羽绒服，送了一些钱。那次他跑来调查，我说你干嘛要来呢？他就说我就要这10块钱，因为这10块钱回去后，今天
大冬天我会给我们三个孩子包一顿饺子。你这就知道当年卖血致富的原因、嗯、有的时候是为了给家里人看病、嗯、自己一次献血2000毫升、嗯、你说这个，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谈呢，所以西方人认为艾滋病是对人类的奢侈的一种惩罚，可是完全不一样。在非洲它是贫困，在中国这个是卖血。我最早干艾滋病的所有的医院的大夫，你那些病人是不是都很有钱的，都是一些富的、啊啊、是不是都这么说，连医生他都不、啊、中国本来把它翻成艾滋病嘛，爱是由爱滋生的病，还写成那个滋呢，还改成资本主义的滋，爱滋，你反正你是多，你乱搞嘛，同性恋嘛，很多人、嗯嗯、艾滋病的一大的压力，除了这个要感染社会压力，还有一个就大家觉得你得了这个病不名誉。对，你得这个病跟得心脏病跟得高血压跟什么不一样，人家谁谁得艾滋怎么得的，也是我们现在社会歧视，我们经常社会愿意把一种疾病跟一种行为联系起来看待，这样就造成社会对这个疾病非常大的歧视。但是病人就是病、嗯、他毕竟就是一种疾病，任何的疾病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而且现在我就得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延长生命，对对，延缓死亡。你得把它当一个常规病来对待，你要长期对待。现在那里的农民，它不像 SARS 就过去了。现在那里农民就跟他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多活几年，我想等我这孩子啊长大了，我再死了。所有的农民也没关系，他实际上给我们就是希望我只能把我孩子养大了。就行了。我说你们将会活得很长，不止孩子长大，你觉得可以孩子可以给你养老，但是还农民他现在还无法接受，没他不可能想象这个东西还能活那么长、嗯、他们只是说只要能够延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S30， 我才学了个词儿，什么赫普丁拉米夫定拉米夫定、嗯、国际跨国制药集团曾经在这个问题上啊限制这个，咱们比如就说这个国家出现这个灾难了，我要仿制这种药，搞得原来吃的药副作用都特别大。最早的时候我们突然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它提供、这个、但是一直全球化的专利限制我们、嗯、使我们的治疗或者出现很大的困难。这两年我们还是向他买的，今年专利到期了我们才可以免费的提供。那种药真的那么神奇吗？像你说那种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天只吃一片两片，吃了是一个组合，吃完了过后就效果非常好。副作用呢？什么？副作用也非常高，比现在目前我们在这些农村用的方案副作用要小得多。现在我国有了吗？现在也有了，马上就可以制造这个。而且中国是唯一的免、嗯、全部免费免费治疗，这点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实际在治疗方面，在艾滋病抗病方面，实际上现在还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